我们既然要学，就是学彻底，是不是？当你的环境越来越调到这股能量与你左右，你会发现很奇妙，你已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，所以你的法喜充满啊！你见到什么人，你都会觉得是美的，是好的，是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你去看哈，那个 homeless 捡那个瓶瓶罐罐的人，很多都是一面捡一面骂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没有太多的爱，所以他就越来越贫瘠，越来越贫瘠。你越贫瘠，就是越捡的越来越火，搞不好捡到最后连罐子都捡不到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东西，当你了解宇宙系统就这么运作的时候，那你就抓到窍门，就好好运用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像那个 Anne 做 landscaping， 每一天就是笑脸迎人的，人家多喜欢你，是不是？最近生意有比较好，一直都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服务业是不是啊？人家一打开门要去收钱的，一打开门一看笑，哎呀，我知道你来了，对不对？支票已经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当你能够时时常住在这样子的幸福世界里，这才是一个学习的温床吧。我们说温床本来指不好的，是吧？我们要讲好的，你才是这个学习进步可能的温床吧，对不对？你坐下来就一想，今天一缸子问题，一缸子事情，让你愤愤不平。今天可能你就不练心法了，对吧？今天我没办法平复，明天吧。啊，明天又来了啊、哦！这个礼拜不行，我下礼拜吧。啊，下礼拜不行，我下个月吧。那就下一年，然后就塞了那了，对不对？当你落实你的心法，你没有在洗脑、哦，你是真正的落实哦。忏悔发愿不是口头讲，是 complete 的完整的完成这个课程的练习。你能够这个这什么？视神如神在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随时都有天地之间他们的明鉴。那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，那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它很正面性对你的相回应。好，那么在爱的世界里面呢，每个人也说我都愿意，没有人不愿意在爱的世界里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爱的世界里面，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三天捕鱼两天晒网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旦进到爱的世界里面，但是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人生想法不是那么圆满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很烦恼。一烦恼，爱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爱不见，啊，觉得哎，我今天好像觉得全身不对劲啊，然后出去啊，觉得好像很衰，从早上到现在都很衰。那为什么呢？那也许就是你的起心动念那一刹那，是不是？如果照他这样的模式，一旦丧失了爱的怀抱，然后他就这样子越来越背，越来越背。短时间就是这段时间不是很好，长时间就是运程在这一段时间不好，对吧？我们不是经常在庙里面要等着点着光明灯吗？是不是？新观念光明灯谁点啊？自己点。怎么点？怎么点？一棒。对，自己把这灯点上去，每天做心法的时候，你可真点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被动，不好的事情
你遇到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自己很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开着门说，奇怪，最近很背，哎，那后面就背下去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转被动为主动，是不是？最近哎，迹象显示好像有点背，老师讲的光明灯最近还没点，对吧？你做心法的时候，这么大的太阳光明灯就点一下吧，不就解了吗？是不是？点一下，哎，你发现哎，有点跟没点有差哦。这个出去哎，感觉这情况是两码子事的时候，哎，你就发现这个里面好用啊，是不是？再回来，本来是这个遇到问题就被这中间所转，对不对？像回头你要找问题，原来你为什么突然在爱的世界里面你就转着烦恼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？